宝宝的天赋与生俱来，为启发每份天赋，我愿意全力以赴，用爱让他更懂爱，想让他玩更多，看更多，探索更多新世界。再舍不得，也要放手让他迈出一小步，未来才会有稳稳的一大步。希望小色彩能点亮他的审美大世界。三个苹果，大家，三个苹果等于几个苹果？六。希望他不只是学会，更要真的学懂。他的天赋，我怎么舍得辜负？他的天赋，我们全力以赴。费雪86年专业积累，只为宝宝每一分天赋成长。